你等的好消息。 Good news, good news, good news. 忘了，这锈掉，都粘在这上了，这还是留。 需要的是你手里拿的这个。对，嘿嘿。没事儿。哦，花了30多块钱，这个是新的，你看。 压下去的话就多费劲儿了，然后你一松开，它立刻就弹起来了。你看，劲儿，我再装到下面的时候，我就有劲儿把它那个啥了。你看，用我自己的重量往下压，差不多。它现在都上的很快，你知道。嗯。你要多压它几次。
先把这个暂时先拔出来。到45就拧不动了，它就会叫，会响一声，嘎巴一声。OK， 听到。然后再到下面预警的，然后把它哦，大功告成了。准备了。